掌声有请宝宝张博士。哎呦天哪！哎呀！哎呦！院长，院长，没有，没成想，没成想，没成想，哎呦，还带花啊！哎呀，欢迎方旭老师。你好，他呢年龄比我轻，但是呢他的演技很高。哎呦，我得向他学习。哇，我得向他学习。我希望你们也多关注他，尤其是他的舞台剧、话剧。哎呀，这方旭老师，您什么时候认识干娃大姐的？我跟大姐是2005年，当时我们拍一个古装戏叫《无字悲歌》。嗯。大姐在戏里边演武则天，我演大姐的忠臣狄仁杰。嗯。我们在一起6个月。嗯。从那个戏开始，后来跟姐姐就我们变成了姐弟相称。嗯。因为我在那个戏里大部分戏都是老年戏。所以我那个戏快结束的时候，有一天姐从背后啪给了我一巴掌，说臭小子你把我骗了。说你才多大？我说我怎么了？说怎么就称着姐弟？后来就变成姐弟了。也就是当时姐一直以为你是一老头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小老头。是是是。